fashiontimes.hk。就係得佢哋兩個叫做做過薄裝港漫，係最後噶啦，應該算，應該算最後啊。係我，九九年咯。我覺得係最後，即係成氣候嚟計，我覺得係。係啊係啊，都唔成氣候噶啦，唔係成噶啦，即係尾最尾嗰班咯，我覺得真係。唔算成氣候，因為我有一次阿牛佬牛師傅可能唔記得。唔係成陽嗰陣都係成氣候。唔係我唔成氣候啊！我講成個市道啊，成氣候啊，成個市道我講。我上過去牛師傅，牛師傅同我解稿，咁佢而家唔記得啦，但係佢講過佢，佢講過佢以前。好掂嘅時期，去到咩境界，我知道咩叫成氣候咯。係咩有講過呢啲嘢？你講過曬，我聽記得曬。咁標準。係啊，講。我記得牛師傅同我講，佢話一起身望係望住個馬場嘅，佢屋企。係冇啲馬場咬嘅，陳聰。係啊。馬場。係啊，你話你屋企一起身一望啦，佢就望住個馬場，你知道自己哇真係好撚掂。咁我 set 咗個目標咧，畫畫掂嘅人咧係望住個馬場嘅。係啊。咁球場得啦。我而家望住個球場係冇撚用嘅。頂冧破牆啊！係啊。唔係咁係咩？有講過啲咁嘅説話。你唔喺度啦，唔係鼓勵佢個牛師傅嗰日突然間即係有個興趣講翻以前少少，即係突然間講事，忍唔住講出嚟嘅。唔係咁而家係係啊，嗰個係啊，咁我就知道哇，真係掂嗰啲係咁樣嘅。係我記住啊。你依家唔忍指望買場嘅，我點樣都係望住球場。你唔忍指啊你？我都望。你下年咪買層樓望緊住個馬場。唉，冇，我自己貼張海報。你有冇留意？你有冇留意一起身？你講一起身望住個馬場呢件事，你有冇留意？坐喺你側邊嘅762一句嘢冇講過。佢日日望。有乜咁特別啫？佢話佢一起身就係望住，係鬼啊！哇，係咩？我望唔到啊！喺我度，你望唔到，佢再高啲，佢再高啲，望山，佢唔係啊！望馬場嗰啲平啲嘅，係啊！望馬場嗰啲係黃泥涌嘅，係啊係啊係啊！佢係山崗道嗰啲，佢嗰啲係再貴啲。佢望住嗰啲唔係馬場，我望住烈高。佢望住嗰個馬房。烈今日讀一次啊！烈高順山。烈高順山。你知唔知喺邊？你喺邊？唔係啊！我邊睇唔到馬場㗎。啊！初初我望住馬場咪嘈咯，啱喎，啱跑埋日咁嘈，有住啫？望住馬場點住啫？等住，得住，有殘咯啲馬，係殘嗰啲燈殘緊住曬，光污染又勁，殘啊！我想添啊！呢種曬，七叔係真係七叔，冇啦，冇啊！才華同財富都贏，我轉觀塘㗎，而家，佢財富梗係贏啦，佢喂。你想想他如果他自己不是一個富家公子，他怎麼寫《紅樓夢》呢？他為什麼寫得這麼好？這是《紅樓夢》啊，你知道曹雪芹多窮啊？因為他代入到啊，曹雪芹是晚年舉家的，哎呀，但你不是晚年那個嘛，你是紅山，你現在大魚大肉。看完節目記得 like、comment 和 share 我們的 channel， 收看最強頻道，訂閱熱血時報。